月十五日，天津宫庆祝中原普渡大典典礼开始。祭官请就位，主祭官二林镇长蔡思杰请就位，陪祭官。方院分局王国峰分局长，二林镇公所镇长蔡思杰，彰化县议会议员谢燕慧，竹塘乡公所乡长蔡硕任 ，CCF 全国家福中心董事长赵黎明，元斗派出所所长吕阶庆。有线电视台特派记者刘宏源，竹塘分驻所所长，拜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再拜，祈求世界无纷争，社会多关怀，三拜，祈求所有的信徒甲咱的来宾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。烧香，请工作人员烧香。我主持，那在座的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因为嘉禾中心，嘉禾基金会今年成立是第69年，啊，咱今天我主持，要咱天津中颁奖咱嘉禾基金会的中华分院，啊，做个人头，已经36年。做官方面的现金甲物资已经超过300万以上。啊，所以我就会爱代表全国的在地人，因为我主持本身一家一口拢搁参加阮的研究的两年，所以伊迄个伊个囡仔伫全台湾中央，啊，咱即摆加入这个问题。因为全世界有35国，是咱在帮助咱的迄个俄罗斯，伊伫国外伊有名气啦，所以一定我一定听伊讲，无论哪我一定爱来甲参加，对家务基金会使有够好有够好，啊，今看到大家在现身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欢喜，啊，所以我而且搁再次感谢各位，感谢俄罗斯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。